那接下来那个曲子是比较抒情的曲子，它曲名叫做《恋橘》，对，那恋爱的恋，橘子的橘。这首曲子在创作的时候，感觉就是因为遇到一个，那很简单，就遇到新的恋情，然后有一种啊好温暖的感觉这样，所以就做了这首曲子。那橘子刚好是一个比较感觉上比较温暖的一个水果这样，那恋橘献给大家。谢谢。